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秀。3月1号打开酷我官方微博，酷我星耀人气榜2月21号到28号，周深再次蝉联了周榜冠军，而且从前五名的榜单来看呢，周深形成霸榜之势。画卷归处、化身孤岛的今我是你的谁，四首歌分别前四位，只有张韶涵的破茧位居周榜第五名，否则呢，周深就实现了对这份榜单的大包大揽了。由衷的感叹，周深真的是太厉害了。一直以来呢，都有仔细的观察到这份酷我星耀人气榜的网友就会发现了，这份榜单呢一直都是变化不大了，尤其是周深画卷归处、化身孤岛的今，在这份榜单上面好久了，几乎一直都是前五的存在。画卷这首歌作为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当时这首歌一出来啊，小编就被惊艳到了。周深温文尔雅的古装扮相，仿佛也随着他的歌声看到了古时的锦绣之美，这是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尤其是对中国古文化感兴趣的听众，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会别有一番感触吧。归处这首歌能够排名第二，有点没想到。作为电影《侍神令》的主题曲，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深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演唱过现场版。跌入尘，碾作土，任谁说万劫不复，是痴迷注定的归宿，不问出路，不求退路，我心唯一归处。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加上周深走心的演唱，这也是绝了。化身孤岛的今可以说是听了很多遍了，也看到过周深在多个舞台上演唱过这首歌，不论是在 TMA 的盛典之上，还是在国潮音乐嘉年华之上，这首歌可以说是百听不厌了。娓娓道来的歌声中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当中成长的故事，特别的感人。周深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小编非常喜欢的了，如果选一首最喜欢的，非这首莫属。第四首上榜的就是我是你的谁了，国潮音乐节现场一首我是你的谁，下边的歌迷疯狂的呐喊宝贝儿，除了震撼呢就是感动，而除了宝贝还是我们的榜样。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位勇于追梦的大男孩在音乐的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周深开启持续的霸榜模式，四首歌进前五，看到这份霸榜有些惊讶呀。对于周深上榜的这四首歌，哪一首你是最喜欢的呢？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